久居龙凤阙，庭前百样花。深宫当内见，终老帝王家。杂家陪力士，杂家高力士，高公爷请啦，裴公爷请啦。娘娘今日百花亭摆宴，你我小心伺候。 看，香烟缭绕，娘娘奉驾来临，你我分班伺候。娘娘千岁，爱卿平身，千岁。沛二卿，奴婢在。久应可曾齐备？俱已齐备。埋驾百花厅。遵旨。百驾百花厅啊！旨。天儿到这个时候了，万岁爷怎么还不来呀？ 裴公爷，高公爷，可不得了了！怎么啦？万岁爷驾转西宫了，这可怎么好啊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回禀一声吧。回禀一声去。启娘娘，万岁爷驾转西宫了。 上传旨，命我今日在百花亭摆宴，为何家转西宫去了？妻子也。 奴婢在，将酒宴摆下，待娘娘自饮几杯。遵旨。 奴婢裴力士敬酒，请娘娘赏饮。敬的什么酒？奴婢敬的是太平酒。何谓太平酒？黎民百姓所造，名曰太平酒。好，呈上来。酒，请娘娘赏一。高力士，奴婢在。你敬的什么酒？奴婢敬的是通宵酒。呀，翠，何人与你们通宵？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，名曰通宵酒。好，于此呈上来。 公爷，裴公爷，娘娘这酒喝的可是有点多了。说的是啊，咱们得小心伺候啊，留点神。高佩儿亲，奴婢在。娘娘久患不足，脱了风衣，看大悲慈。 遵旨。公爷，裴公爷，娘娘金衣去了，咱们打扫打扫吧。好啊，咱们把这花厅打扫打扫。 高公爷，白公爷，咱们搬几盆花来，也好让娘娘赏花啊！好主意，先搬这盆儿，这盆儿。哦，够沉的。高公爷，哎、咱们这儿也办一盆儿。好啊，办这盆儿来。哟，这盆儿也够沉的。是啊。来来来，放下放下放下。这两边都有了，中间再来一盆儿。好，来它一盆儿。 这盆沉，您留点神。哎，哎，轻点，轻点，哎。高公爷，裴公爷，这花往这儿一放啊，真够漂亮。感情，一会儿娘娘见了，准得有赏啊。高公爷，这个是什么花啊？海棠花。哦 海棠花，哎，那本呢？玉兰花啊，哦，玉兰花，哎，这中间这盆呢？牡丹花，牡丹花，哎，一会儿娘娘准得有赏啊。说的是啊，高公爷，哎，娘娘这酒喝的可是差不多。说的是啊，再喝呀。 恐怕就出情形了。哎，你说咱们杨娘娘在这宫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红人了，还生这个闷气呢？如今万岁爷驾转西宫了，他这一肚子闷气是没地方发散去，在这儿借酒消愁啊，真够可怜的。可不是嘛。 外头的人啊，不知道宫里面的事儿，以为进了宫呢有多么的享福呢。其实啊，也不能事事如意，不是啊？你说的一点儿也不错。就说咱们这宫里，3宫6院72嫔妃，宫娥才女倒有3000之众，都是冲万岁一个人来的。 还真有打一进宫，一直到白了头，连万岁的面儿都没见着的，有的是啊。可不是嘛！哎，闲话少说，闲话少说，咱们备酒去。备酒去，请。娘娘赏饮。这是怎么个喝法啊？奴婢高力士敬酒。请娘娘。 赏饮。请娘娘赏饮。酒爆了，娘娘酒不爆了，请您呐赏饮。不爆了，再不饮就寒了。我的妈呀，有这么喝酒的吗？公公们请酒，请娘娘赏饮。陪公爷。娘娘酒醉不肯回宫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，哎，咱们给他来个框架，就说万岁爷来了，娘娘一高兴啊，这酒是准醒啊。框出祸来，谁担当得起呀？都有我呢，都有您呢。哎，走。启娘娘，万岁爷驾到！哇！启娘娘，奴婢们乃是框架。奴婢们乃是框架。呀，催！你倒是拉着点儿啊！拉不住啊！才是旧日朝上人。哎呦，压潮了！一边一个。平白晃荡家，为何情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今儿这差事有点难当啊！哎，我说裴公爷、高公爷，哎呀，我这两天有点闹肚子，我得走动走动。这么着，你替我支应着啊！哎，我去去就来，去去就来，早点回来呀！哎，没错没错。他走了，我也溜了吧。哎，律师，叫我呢。 担当不起。呀呀，翠！哎呦！你若是不随娘娘心，不顺娘娘意，我便来找俺走进去。 这时候了，高公爷也不知往哪儿去了。哟，裴公爷，高公爷，您受累受累啊！娘娘赏下来了。哦，娘娘赏什么了？撒过天儿。哎呦，我的肚子又来劲儿了，我还得。高公爷，高公爷，咱们这么着吧？怎么着？叫谁谁当差。哦，叫谁谁当差。叫谁谁当差。好，那咱们听着。听着。高丽。 叫您呐，我呢？哎，别走，别走啊！他走了，我也娘娘，您有什么差事就吩咐奴婢我吧。哦，娘娘，您的意思，奴婢我明白了。 您是让我把这个酒倒到那边高坡上，让奴婢我陪着您一块儿喝酒，是不是？哦，不是啊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娘娘，您的意思，奴婢我又明白了。您呐，让我到西宫把万岁爷请到这儿，陪着您一块儿喝酒，对不对呀？哎呀，娘娘，万岁爷在西宫呢，我这一去正撞在醋坛子上嘛，我不敢去呀。 有您做主，那我也不敢去呀、啊。梅娘娘她要打我的，不敢去，我实在不敢去呀、啊。 后娘娘，奴婢我不敢去呀、啊，您差别人去吧，奴婢我实在不敢去呀、啊。哎，娘娘，娘娘，奴婢我在这儿呢。哎，娘娘，奴婢我在这儿呢。 娘娘，娘娘，那是奴婢我的帽子。奴婢我在这儿呢。怎么着？您要把这帽子戴上，那也不好看呐。里真是官上加官呐、啊。 您把帽子赏给奴婢我吧。啊，您要给我戴上，那我可不敢呐，娘娘，我可不敢呐，不敢，不敢呐。您把帽子赏给奴婢我吧。赏给奴婢我吧，哎，没有啊，得你赏给我吧，哎，还是没有啊，得了，娘娘，您就把帽子赏下来吧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 早了，咱们请假回宫吧。好，咱们请假回宫。启娘娘，请假回宫啊！白驾。